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天要跟大家小解一字，咱生活中常常讲会到，大家应该拢会晓读。这字就是山，嘛应该三讲另外一个音是山。也唔过什么时阵读山，什么时阵读山，可能大部分的人拢三无掌。咱先来小解这字山，山就是地形剖起来的部分，像咱讲关山，另外陆地嘛叫做山，像讲上山落船。另外科幻的产，咱讲是山园，山地卖当讲是山真济所在，名义形容。用科幻的地，文音就是山。一般若是较特殊的地名、山名，咱才会读作山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要读作崩山，代表讲规个山崩落来。第二个词未收山，代表讲我都收尾，我都收煞，嘛我都收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若是无做好环境保护的工课，万不利一个落大雨，就会崩山，安尼代志就歹收山、白收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山，另外文音读作山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